蚂蚁集团马云的股份表决权从53.46%调整为6.028%。蚂蚁集团发布公告，为了进一步适应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要求，推动股东投票权与其经济利益相匹配，蚂蚁集团主要股东及相关受益人，拟对蚂蚁集团股东以上层结构进行调整。反正叽里呱啦的，看上去就说是马云、还有井贤栋、胡晓明、蒋方终止在一个什么云百投资层面的一致行动关系。井贤栋、蒋晓峰、还有倪行军、赵颖、赵敏芝，通过将股权转让，分别持有云百投资20%的股权。云百投资从杭州钧焊，这是浩瀚的瀚吗？退伙，杭州星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入伙杭州钧焊，并担任杭州钧焊的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。杭州星涛由马云先生、韩钦毅，这都什么呀？这个这是张祸还是张群还是什么？这个好复杂的一个字儿。黄晨立还有周云分别持有20%的股份，反正就很复杂的一个股权投资，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好麻烦。